他会全帮我们的演播厅吗？有可能啊。对，就在我们的爱奇艺天骄2015爱奇艺之夜这个舞台上面，也是他们两位在剧外首次的再一次跟大家见面。来，有请两位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的感言。先说吧。丽颖 ，Lady First。很感谢爱奇艺给我这个荣誉，也很感谢所有喜欢堂妹还有堂主的网友以及粉丝，很感谢你们。我也会继续努力，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。谢谢。虽然今天啊，没有跟我们家堂妹一起走上红毯，但是我们两个可以在这。